是国标选手比较容易拿这种牌，没有比较容易啦，比较喜欢。对啊，比较喜欢。但是台妈选手也喜欢，这没有不喜欢的。没摸到嘞，哇哦，哇哦，要杠啊，对，漂亮，哇，哇，这杠，我刚刚还想说一个神奇的操作，就是红中打出去。到时候如果靠到白皮的话，哦，他白皮已经打掉了，对吧？打掉了。如果靠到白皮的话，人家就不知道他有三元牌。对啊，因为他红中如果打掉的话，嗯，这是不是一个很天真的操作？操作有陪你今天吗？还没。哇。我刚讲到大宝哥，大宝哥，我觉得他是有点伪小宝，他是伪大宝，对，我觉得他有点给我感觉有点像伪小宝，怎么样？就是谈吐啊，是，就是蛮好笑的、啊，然后就是又有点潇洒、啊，是，他是潇洒，对，潇洒，然后又又有玄机在里面，对，就是也蛮好笑的，对，对，就是风趣幽默，然后就是。就是韦小宝，他只是韦大宝哦，对，是韦大宝。永北啊，中洞八万，宝哥连烧饼兄都这么称赞你了，你还说你只是一个爱打牌的大叔？哦，永北的总统八万会不会、啊、会不会想一下嗯扎实哦，永红这个牌打得好，真的八万，因为上路的万子只出现一只六万，然后他这样就来防守八万，其实万子这么多不见，他凭什么觉得八万放炮？这是我想说的，大家看不到海底的牌，海底只有一张六万，只有一张六，还有一张碰的一万一六万，那并不能，并没有什么资讯显示八万就是枪支啊，还是大家说的不想打三支的，是，对啊，是，很厉害啊，国标 F 四，国标 F 四已经吓到我了，他这个应该是朱孝天哦，还是连胜旭，还是已经糊了，你看看、哦、F 四糊到了连一的博渊，他闪枪。还胡牌单调强，哦，对，又多台了，太厉害了，是有台啊，太厉害了，哎，真的，今天每个玩家的对于那个枪牌的警觉性其实蛮高的，哎。哦，对，就是真的在，不能讲说那种啊，听牌放枪这种放枪的那种牌，其实在断牌，其实真的都让我们惊艳到。